因为 Leo 人生太无聊，所以没有 Nymphia 他可能就会跳楼吧。我被养出来的价值观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他要为社会有一点贡献。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重要吗？ I don't care 我为什么要贡献社会？有人在看我。